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权。哇，今天又来到这个泉源下面的乱石坑啊，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开盘吧，抓紧时间。现在底槽追在旁边，马上开杠，不要怕来不及。台柱就在下面，这乱石坑又抓紧盘了。今天中草吧，然后腿不是那么底下。我们上面抓紧给他盘了，开抽了，开抽了。期待今天大权发大财吧！每天都是这一句，期待大权发大财。哇，抽水机在那边抽，然后坐在这旁边休息一会儿。哇，天天又是有这么大的太阳就好了，我就不会招脸了。现在抽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了吧，见的挺多了，应该快了，快了。来来来，水装站，开抓开抓！哇，哎，十九姑，这十九姑最好抓了，哇，一下一抓连条啊！摸一摸，哎哎哎，哇，这边看，哇，好了，等一下，哇，好像是怎么，好像是，哎，哪里去？哎。哎，哇，哇，炸鱼啊！可以，头给它捏住，我看它往哪里跑，你腰围都没有，直接进去。嘿，这边也有，哇，哇，那边也有。等一下，我这边先抓，真的，十九个。哎哎哎，跑啥呢？跑啥呢？还有，嚯，今天这颗真的是发财的节奏。哎，往哪里跑呢？哎，我就不信我抓不出你来，来来，嚯嚯。哎，花炉大锅直接往土里抓。哎哎，哦，十九姑，这是愿捡的，不愿抓的。哇，个头倒是还可以。上货上货。这底下给他找一下，看在这边。哦，这边一个什么东西？哎，怎么黑？来，轻点，这个要轻点。哇哇，哎，哇，哇。哦，这都能抓了，可以，掌握，给他进去，赶紧掌握。哇，这里面有虎鱼，我就要轻点，慢点抓。哎，出来！哦，我一摸到，好像应该是猫鲨，应该是鲨鱼。哦，又一条啊！哇，可以啊，今天吞到这个鲨鱼窝了吧？哇，连条了，可以。这有虎鱼的话，我有点怕。哎哎哎，又摸到什么了？哎，这个我不怕。嘿，蜘蛛姑，掌握，来，旁边找一下吧。这颗没让我失望，可以呀、啊。呜呼，我正常一会给他摸。哎，我有点怕。我好像捉到他了，这下看你往哪里跑。头，不要往里面抓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么给力吧？哦，有一条大鲨鱼，哇、哦，可以呀、啊！今天冲大鲨鱼窝了，可以，暂条了，继续，大货多多啊！我这乱石坑，真的没让我失望。哎，这边好像有货，石头底下还有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摸到它了，出来！哦，哇，大鲨鱼啊，又一条大鲨鱼！哇，放在这么底下，轻点，我们轻点，来，我们轻点，一起轻点哈、哦，来吧，哦，这条大，这条应该有个一斤多，应该是有了，哦，漂亮，哈哈，哦，这鲨鱼炖汤一流的。给他走了切，哎呀，进去四条了，啊，哎，这我去捡跟他玩，十九姑，哎，你好，个对呀、啊，游一下给家人们看一下，不然家人们老说你不给力，嘿嘿，我这十九姑给不给力？就是他没嘴缺眼子，没办法的。我又看到一个黑影了，他完蛋了，在这边，我抓到你尾巴了，我看你，哇，这条大，哇，可以吧？
哇、哦，这条估计有将近连斤吧，应该差不多。给他做了先，不管，先找货，先找货。哇、哦，今天真的是囤到炸鱼窝了，跑到他老家来了。哎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跑，哎，跑到哪里去？哇、哦，不会跑到那边去吧？哎，哇，今天这坑可以呀、啊，已经发财了。就看发大财还是脚财，哎，现在你跑不了，哇，嘿，你跑，有你跑的吗？哇，又一条大鲨鱼，可以，哇，六条了，哇，别咬我，真的，今天这坑可以呀、啊，可以，哎，杜鹃螺，不要太小。螃蟹，小螃蟹好多，这准备就不要。哇，感觉找了一大圈了，然后也没货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做货吧，今天可以呀、啊，发财了。走，看做货去。来，哇，今天可以呀、啊，哇，都是猫渣，啊，19公，好几条。六条猫渣，一只虎鱼，还有这，哇，花鲈，龙虎争霸加渣鱼啊，可以啊，今天直接发财了。这坑，乱石坑，全看下面的乱石坑出来没让我失望过。可以，今天发个脚财，连六都没发，发个脚财，我装一下看这个能卖多少钱。哇，这些渣鱼差不多，这是差不多快接近连斤的，这差不多是1斤1斤的都有，然后加起来总共差不多有6斤吧，应该有6斤，六斤是最早。这炸鱼加起来就可以卖个900多吧，啊，加虎鱼，随便可以卖个1000多，哇、哦，今天发财了，那赶紧拿去卖，我就等不及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记得帮忙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